家好，我是姚仁喜。在2020年过去了，2021年开始的此刻，我愿所有人类还有所有众生都能脱离短暂的痛苦，也都能远离长久的痛苦，也都能获得暂时的快乐，也都能获得长久的快乐。圣严法师的金言玉语太多了，我们随时想到都带来非常大的启发。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，说戏外看戏忘了戏，梦中做梦不知梦。我们一生醒着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戏，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修内观，让我们可以早一天知道这一切都是戏，这一切都是梦，都是空花水月。法鼓山除夕撞钟，108 for all， 为世界祈福。